很高兴，在我上任的这个时刻呢，看到美国的高层的访问团，来台湾访问。那么，我了解，这是我们，知道。Yes, 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i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. I'm sorry. 我们非常感谢贾多德助理部长把台湾列作这一次行程里面的一站。